好，两麦开始，慢点跑。来了。跑到哪儿才能不被表哥抓到呢？我来了，两麦，我来了。小薇跳楼了，小薇下地道了，听到这个声音是下地道了，哎呀，下地道了，知道又怎么样？表哥知道我吗？小薇去把电梯开了，我听到了，跳楼喽。啊！哎，我怎么当了水泉脸？还猛了，还猛呢！啊！哎呀，意外，意外，意外！我怎么掉水泉里了？还看我？游泳，游泳比赛！还看我？